从谱上面你们会看到这个圈圈代表的低音打在 1 还有 2 的后半拍那个 and 的位置，还有 3 高音一样在 2 跟 4， 听起来是这样的 1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低音会打在 1 的前半拍跟后半拍，1 and 2 and 3 and 4 and。连续打的时候，第四拍的后半拍那个低音会跟第一拍前半拍的低音连在一起，会听起来有两个连续的低音，是这样子的 ：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。这个律动的特点是低音打在第一拍的前半跟第三拍的后半，听起来是这样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。低音打在第一拍的前半跟第二拍的后半，听起来是这样 1 and 2 and 3 and 4。接下来我要快速的示范后面的节奏了 ，H 这个节奏，来咯。I 这个节奏，节奏 J。再来是节奏 K，
再来是节奏 L。最后是节奏 M。